这才是玩程咬金的乐趣所在。暴打戏耍芈月、蓝、牛啊、咬金哥。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小龙，我又来了。这一局跟我对战的是芈月，那咱就直接出一手那个程咬金，带一手弱化啊，看我的程咬金是如何暴打压制芈月的。这边出来之后，发现他在打河蟹，那咱这一边啊，直接过去打芈月的话啊，就直接追着他 A 就行了。他虽然到二级，但是不要慌，知道吧？咱追着 A， 咱血量越低啊，他伤害越高。哎，你还出来跳过去二技能 A 一刀插一下啊，但是他在塔下，要不在塔下的话啊，这一波他就死了。我这一边是很想越掉他的啊，他这边啊各种技能试探我，他的警惕性也是非常高。不要急啊，回家把药瓶接掉啊。程咬金这边啊，我还是建议大家带一手弱化，这样在你压血线的时候跟人对拼的时候啊，续航能力更高一点点。好，这一边把兵线吃完啊，他很猥琐，那就算了，这已经足以证明我已经压制他了啊，他已经不敢跟我程咬金嘚瑟啊。中路发现没有机会，咱继续回到下路啊，跳过去 A 一刀二技能，再 A 一刀啊，直接拿下。程咬金不解释连招，这边到达了四级的强势期啊，趁他不在把河蟹搜一下。程咬金的二技能啊，能多用就尽量多用啊，发现凯过来没有关系啊，有弱化和大招在手的程咬金他杀不死啊。压血线开启大招追着 A， 他也开启大招啊，很聪明很聪明，第一时间不开弱化，一开怎么说，你别跑啊啊，跟我打拉扯。那咱这边不能深追啊，因为弱化只能持续 一小段时间啊。这边凯把我的技能都给我骗光了之后他跑了，然后芈月又来了，那咱这一边猥琐一下啊，等大招打他都不用什么针对出装啊，就正常出就行，对吧？正常出他也是不行的啊。这边跳过来 A 追着 A 二技能 A 啊 A， 对不对？他没有那种像芈月这种英雄啊，直接越塔，哎，跳出来，哎呀，这跳失误了，跳墙了。像为什么说程咬金好打芈月呢？不是说瞎说八道啊，主要是芈月这个英雄他没有那种爆发性伤害，所以说你压血量他不可能一套给你拿带走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这就说明啊，你可以在你控制的血量之中随便打他，对吧？你想控制多低就控制多低啊。那程咬金啊，大家都知道血量越低伤害越高嘛，是不是？如果说你想啊压制他打的话啊，再针对一下他的出装就行啊。你像我现在啊，直接补一个暗夜守护、永夜守护那件装备的话，我只要这件装备一出来啊，它基本上就废了，对吧？然后再补一个不死鸟之眼啊，那基本上它就基本上废废的了啊。看压制到塔下，一点脾气都没有，敢出来我就打爆他的头。出来 A 一刀二技能 A 一刀啊，不解释连招往后拉。你看，我想压多低压多低啊，打不死我，你开大招没有用啊。对吧？你要不是在塔下杀你一百次啊，也不算多。你敢出来吗？你不敢。咱这边哎，进来骚扰一下，算了，没有机会啊，没有机会。我发现这个星耀局的人啊，有的时候你也能遇到那些会玩的啊，比如说啊，这一把的对方的凯还有这个芈月，我就发现还是可以的啊，意识各方面还是可以的啊，没那么傻，最起码。对吧？他吃过你一次亏之后，他打得特别猥琐和谨慎，看到没有？他想跟我拼一下，我残血压血量，我还有一个弱化啊，但是我弱化一开，追不到了，我这边必须把他追死 ，A 一刀换掉啊！这一波有一个小失误啊，有一个小失误啊，老年人手速有的时候啊，第一时间没按出来把那个弱化，然后跳也没第一时间按出来，所以说就导致了刚刚。只能将将越塔给他强杀啊，
这已经足以说明啊，程咬金已经暴打芈月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任何毛病吧，兄弟们？前期都能暴打，那何况后期的程咬金？后期的程咬金装备成型之后啊，没有三五个人杀不死我，再加上我这一手弱化，想要知道我的出装和铭文的啊，去那个大神一键配装里面找一下，那个热门里面有一个七进七出啊，找到那个七进七出型出装，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一套啊，大家可以试一下。哎，出来之后追着 A 就行啊，追着 A 就行，他打不动我的。再跳过来 A 一刀，凯过来往这边拉啊，往这边拉，不要急，嬴政也过来，大招开启跑路，开启跑路模式啊。你说你的这顿，我得嘲讽一下啊，想追死我那是不可能的。绕一圈继续回到下路啊，怎么想的呀，你们不去抓上路抓我？哎，我就知道你在打龙。哎，上去了，人呢？啊，还在打小怪，你真的是飘了呀，兄弟！跳过来减速，挂二 A 直接拿下。你真的是，你以为你带了一个惩戒，就是各种偷野就偷习惯了，不把我程咬金放在眼里是不是啊？开始撤退，趁他不在，把这个兵线带进去啊。看能不能把这个一塔给他拿掉，上路队友好像打不过的样子啊，咱拿掉一塔之后啊，继续推继续推啊，给他们制造压力，然后给队友啊制造一点点那个生存的空间。他又复活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顶着他家门口杀他啊。为什么呢？虽然杀不死他，但是给他们队友啊看见我这样顶在他家门口杀他的话，他们队友就会来支援我啊，支援他，支援他的话，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这样的话，我的队友压力就会小很多。这边残血开大招，对吧？弱化一开，你拿什么跟我打？你拿什么跟我打？二技能转插一刀啊，又插一刀。我这边想越他，但是他哎，他不敢出来了。但是那边我就赶紧支援一下啊。嗯，打过打完了又，这边啊。打这个小红 buff 勾引他出来啊！那蔡文姬跟他把血加满了，对方这一波回血的挺多呀，赶紧出制裁啊！我勾引你又如何？我又有大招了 ，A 追着 A 追着 A 追着 A 二技能，哎呀，这一波直接给我拿下了呀，小伙儿！我这个这魔抗装还没有成型啊，只出了一个大斗篷，所以说被他拿下了啊，这很意外。没有弱化，刚刚那一波大意了，不过没有关系啊，他趁我死把我一塔拿掉之后啊，那我这边能参团就参一下团战了啊，我这边一参团基本上属于无敌状态。跳过来减速两个人 A 挂 A 大招开启，弱化一开，弱化一开，对不对？ A 谁能把我杀得死啊，兄弟们，扛伤直接拉满啊，然后再把他们一塔拿掉，直接扛塔跳出来，对不对？我是不参团，我一参团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就没得玩。那个难说，牛啊，咬金哥那必须的啊，戏耍啊，现在开启戏耍模式，因为我的不死鸟已经出了啊，这样的话，他们想杀我的话非常困难。哎，看似看到没有，我的这个数据4-3-3啊，就是不是优势特别大啊，但是他们就是拿我没有办法啊。好，这边再转正到上路啊，哪里有线咱就去哪里。他又过来了，还带着辅助过来了，没有关系，先往后拉一下啊，不要急。这俩人一个加血一个吸血啊，想我一个人应该是打不过他们两个人的啊，这难过来只提前开团啊，把他们留下。难过来怎么说啊，欺负我，你把我的血量打到50%以下我就算我输啊。这边直接把蔡文姬先拿下，芈月这边开一大招跑路啊，怎么敢呢，直接拿下啊，对方那个法师又这边啊，没有兵线，直接开一波龙，好，把龙拿掉之后啊，下路这边再打那条龙，咱过去支援一下。
对方的人都到了，哎呀，这一个大招动的实诚呢，这边追，我就追你芈月啊，我跟你有仇。二技能 A 一刀，他要跳走，大招加速开起来追死啊，他是可能跑不掉的。凯这边跳过来挂减速 A， 没关系，我很肉，我很肉啊，我很肉。哎，我还要嘲讽一下你，能怎么地？能怎么地啊？哎哎哎，二技能转一技能跳过来，我大招还有三秒，我马上就好嘞。你能拿我怎么？大招一开，极限压血量，我要把你这凯玩死，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呢？杀掉你之后，在你家回城，银城这银城，你看他那个输出啊，打我根本就不疼。哎，我再跳走，哎呀呀呀呀，哎呀呀呀，哎呀呀，躲一下就是不死，极限扛伤。哎嘿，啊、嗯，后羿买制裁了，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扭弯扭弯，左右摆头。六，哎，再过来转一下，再嘲讽，啊，十七秒大招又好，现在血回满了，你过来找死啊！来来来，你能打我，你能把我杀掉，算我输啊！对不对？对方这直接就又死掉两个人了，莫名其妙，那技能全招呼在我身上了，那能不能打得过吗？哎，再追着 A， 追着 A， 追着 A 啊，大招又好了，我这边又可以浪了，哎。扛塔，来来来，芈月，来来，血量够低了吧？来来来，有没有兴趣杀死我的兴趣？有没有？大招开起来，直接越塔，直接越塔。A 我 A 二技能 A 我 A 我 A， 哎嘿嘿，直接团灭，扛着对方水晶回城啊！我知道回不了城了、啊，这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嘲讽。哎呀呀呀呀，扛不住了，扛不住了，先跳走。哎呀，这水晶现在那个伤害越来越高啊！哎呀，等大招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想杀我那是不可能的啊！下路这二塔一拔、啊、反正就是游来游去啊，不用回家，非常舒服啊，非常舒服。现在六神装都还没有成型啊，对方已经无可奈何我了。好，这边把这个小野怪收掉之后，把下路逼下，不要放过去啊！再跟他玩一会儿，待会儿就直接一波了。这个出装啊，有一说一，打到后期的话，这个清兵的话费点劲啊，但是扛伤那是嘎嘎的啊。哎，他开大招，你别用技能了，我站在那里让你射，来来来来来，来顶着你让你射，你能射死我是咋的？你这浪费技能。后羿有制裁啊，先小心一下后羿，兵线别给他放过去就行。这边队友已经打起来了。我过来了，我扛塔了，又能如何呢？这边牛散直接扛了，直接上了。这边我直接追着凯，哎呀，牛散直接扛死了呀！我这边没有大招啊，兄弟，你这搞得有点冲动，鱼也有点冲动啊，直接越塔了。但是带走对方两个后排，我就先杀这个残血的蔡文姬。A， 我 A 二技能，哎，杀不掉，我 A 塔。哎，对方追出去没有兵线了，我跳出来了。啊，这一波打不进去了。别点投降啊，兄弟们，虽然说你们都死完了，但是还有我呢。你想怎么地呀、啊、你想 A 死我呀，拗死你啊。我又回来了。啊，你能拿我怎么样、啊、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呢？这家伙我也打他不动啊，这俩人我去了。这回血回的真的是无敌啊，比我还猛。他有红 buff 还连着我了，哎呀哎呀，我不会被连死吧。我跳，哎，这怎么没跳下去？他还丢一个那个蛾子，生怕我就，哎，完了，大招还有三秒，哎呀，失误了呀，没跳下去啊，那个明明能跳下去的，为什么跳不下去呢？虽然我死了，但是这一波我直接把队友都拖复活了啊，他们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弄啊，这一边队友那边在抢龙，看看怎么说啊，虽然我不在，我相信队友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一边女人方往后拉，往后拉。芈月想切女人方，二一技能挂上，芈月应该打不过女人方，漂亮。然后这边，哎，这鱼在蹲谁？鱼在切后羿，漂亮，漂亮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将将换掉，还行。女人方挂个大招，残血往后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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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死吧？一技能挂，哎，算晕，怎么说？哎呦，直接极限反杀呀！这女人方还是会玩的。
这一把说实话就是段位低了点儿，有一些队友还有对方的人都还是算是比较会玩的了，在星耀分那个分段的情况下啊，这边啊对方死掉四个，那这不跟他们玩了，把兵线带过去啊，那不就是一波的事儿吗？兄弟们，我来了，直接扛，直接扛，凯开大没用，你来来来，你打我就行了啊，凯，我管都不管你，我直接 A 基地啊。兄弟们，这还不是轻轻松松、简简单单吗？星耀一四颗星啊，10.6的评分，银牌坦克，扛伤害直接啊扛满。兄弟们，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关注哟。